美国照顾苗律师的弱势学生的苗律师长叶文忠，今半夜成立的妇幼储蓄奖助学金专户，其同叶妈妈先来捐出了100万元，希望讲做在向大家捐下来做公益，韩国来关心弱势的学生的。按照未来一年，就会有超过100个学生的向书会到。从今年的成立现场后，就会转付最高目标的大概580,000元。苗律师长叶文忠目前从英国后，总统先前的眼神，同先期存到的钱，韩国一票30个元的先期补助款，总共58,500个元寄付出来。一分钟也没放水了，没听出掉到100万元，同苗律师讲说，听神的妇幼储蓄专户。妈妈有那边嘛，从伊讲，好为了嘛选举每一票补助款填出来，嘛按着先个妈妈啦吼，因为有填出啊，所以有凑到第一张100万。是讲说讲妇幼储蓄奖助学金对象是同苗律师一起。18岁以下学生的社会康复健健老师，韩国平衡有氧、有创意、体育，无就会其他有氧事迹，如组队成绩。经过审核过后，每一上年当年组队补出5,000元。市长每年他会捐50万的薪水，他分为上学期跟下学期。那每个学期如果有50万的名额的话，每位是5,000块的话，是每年会有最少100个名额。伊文总讲，自家系带头来做，准备当年会寄付薪水50万元，固定用到政府。同时超民众捐下来做爱心，捐100几元，美梦有效。希望大部分政府同行卡度嘅弱势学生嘅天数，为其他掉啲通俗嘅时节，唔至少耗费嘅问题，得到一度建议韩国民众嘅支持。核心温柔言咯，苗栗报道。